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那肯定是好消息啊。好消息就是500。啊，快点。行。哎呀，别数了。好消息就是没有坏消息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不是也得收费？坏消息免费送你了。坏消息就是没有好消息。刘贝贝，这马上年底了，这好多事儿，我这脑子乱，你这还……老板，我知道你每天工作都很辛苦，其实你不用为了我这么拼。啊，我是一个男人，男人就要肩负起该承担的责任，知道吗？我能让你跟着我那个吃苦受累吗？我自己有手有脚，如果我跟你吃苦的话，我自己会跑。快过年了，没给我准备个什么礼物吗？我其实是要给你准备礼物的，你没发现我最近省吃俭用吗？嗯，但是还差一点点钱。差一点啊？啊。密码你生。那个准备什么礼物了？礼物啊？什么礼物啊？不是你不是说差一点吗？我钱给你。哎呀，老板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要礼物？我真的是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自己照照，来自己照照，你看看脸上那个褶子，还要礼物？这活了你，真是，好好照照镜子啊！哎。